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。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气象局对14个县市发布黄灯低温特报。今天东半部还有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，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14到15度，台北14到16度，新北15到16度，桃园13到16度，新竹13到17度，苗栗12到17度。中部地区台中15到20度，彰化14到19度，南投16到20度，云林15到19度，嘉义15到20度。南部地区台南16到20度，高雄18到20度，屏东19到22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降雨几率30%，温度14到15度，花莲15到17度，台东17到19度。外岛地区连江10到11度，金门12到15度，澎湖14到16度。